大学兼职家教是系所收入最高。哪一个科系的学生兼职当家教老师平均收入最高？外文系教英文家教，英文家教也不便宜，不是？医学系去教英文家教可能会比外文系还要高，但是平均上来说四五百，高一点六百，一个小时要600到800啊。还有陪玩姐姐。还有陪玩姐姐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我是陪爸爸玩。新闻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